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小明。今天来的这个位置，这个水坑的话位置非常低，而且里面这个水坑里面有一个大石头，最喜欢的大石头。不说了，趁着涨潮自己把它爬了。阿伯，爬着，走，我给你来了。哇，红屁股又来了，哇，凉凉，来喽，来了来了，哎呀，从那边过去了，来了，红屁股的狮子公，差点打挂了，我的什么？哎呦，嗯，鳗鱼，鳗鱼，你来，哦哦哦，李六，这俩，李六来了，哇塞，里面还有，我还有一条的哟，中中的，啊，好进去，爬挂了，哇，里面，爬挂了吧，爬挂爬挂了，这。这个声音听得最带劲的，哎，你看，哎，看见了，嘿，来了，哇，黑掉，黑掉，哦，漂亮啊，哦，又从那边过去了，来，我都在这里，你就，我这个，三刀，三刀，狼鱼，你弄。哦，到是个漂亮嘛！哎哎，立的立的，不行不行，阿弟让人人走开！哇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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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，差点要咬死你！你了，又过了。十九公，彪彪。哦，里面。嗯。你看，阿凤，高的来高一下。高。看到一个大家伙了。呀。李露，阿信，阿峰那边看到没有？没，没看见。摸干摸干了，摸干了吧？那边是，这边还有一条。哇，爬着完了。谁捏过了？你看，你这我这边黑掉，黑掉，这边一个黑掉。哎，李露，哇，哇，来了，哇。红彪彪的狮子公，我、哦、你看，我、哦、天，这哪个？大的红彪彪，吼吼吼吼，这个跟红斑一样的，黑压压都是鱼呀、啊，碰你碰你都是鱼呀、啊，李露，哎，李露，一把一把拉进来，上面那个，哇，你这好多啊！等等，什么鱼、啊？什么鱼？吼吼吼的！红斑。你呢？哎哎哎哎哎哎哎！我、哎、答应。你哟，哦，红斑，加班吧。哇塞，是吧？老朱啊，怎么样？我一个人忙，母女一哇塞，来了。你这个底下，你看。十九公，哎，哎呀，来外面找一下，哇，涨潮了，哎，
哎，我走了，来，看个鱼窝吧，打潮了，快点。哇，今天这个黑腰抓了两条，盲鱼抓了两条，然后那个今天这个，哎呀，我天天怕碰到这个金斑，金斑的话，我们这边叫土斑，土斑的话，一只的话，这个一斤多，我们这边至少也可以卖100来块钱吧。这个彪的货，那找的差不多了，走了，阿伯，回车回家了。我们今晚做这个盲鱼焖酸菜，刚才准备了这个糟菜，还有这个调料，现在开煮。最近都是大浪天，小明都不让我出海，他怕我晕船，所以我就在家里给大家分享一下美食。制作美食的过程也不错。哇，我不期待了，等一下吧，来一块试一下。太新鲜了，这个肉透明的，好吃吧？老婆手艺越来越精湛，好吃。真的假的？抓住男人的心，先抓住他的胃。才知道，公安 ，beautiful。